我要讲一个故事哦，是一头野猪的故事。你知道这个野猪哦，它们不是有脚吗？那它要在一个树下来磨它，不断的磨磨它的长牙。所以一只狐狸走过的时候就问它：“哎呀，又没有猎人来，又没有什么，你磨你的这个牙做什么？又没有猎狗来威胁你嘛？”啊，这野猪很聪明，他就回答说。他说我有意识这么做的，如果等到有猎人来还是猎狗来的时候我才来磨牙的时候 too late， 太迟了。所以这个野猪他懂得平时他都来磨他的牙。弟兄姐妹，平时我们就要祷告。我告诉你，你只要天天祷告，遇到事情的时候虽然你会流着眼泪，但是你的心中有平安，你知道有主与你同在，你不用怕的，你能够走下去的。 Amen。